就等你了，真磨叽。来了来了，享受浪漫，爱好自由。你是处女座吗？你才是处女座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也没有绝对把握。那咱们就用美人计。待会儿见。Wait， 啊，那边的楼梯。OK， 太好了。超过无辜人的生命，我们急先锋责无旁贷。